下情境是你妈怀孕了，哈，然后那个你跟严凯讲，嗯，那个，我刚刚去厕所验了一下，我好像有了，我确定，因为不是你现在吃太多吗？炸鼠哎，炸鼠，我都怀孕了，他还说我吃太多哎、欸，炸鼠，那就没有要负责。那小美，你示范一次。你现在，假装你现在是男生。我现在是男生。有两条、哦。我不想当男生。为什么当男生不用生小孩，是我要生？我没有当过男生，我不知道怎么当。要不然我学你，你一定是只有验孕牌的，对不对？我跟你说，女生就不准 OK。我先上，我也查一下。哈哈哈哈哈哈！我觉得我可能真的会做一模一样的事。今天是维腾请客。今天是维腾请客、哦、啊！可是维腾有没有来？维腾在这里。大哥，我们今天请大哥，我们请大哥请。这可以结账吗？这可以结账，你看底部。哦，悠悠卡。早上我刚刚就拿高帽子。这样多少？328。耶！耶！早知道今天是维腾奇克，我刚刚就拿那个包高帽子，然后严凯就拿很贵的水，拿什么金箔？你这有跟我讲吗？啊，可以。好，他们两个是不是在暧昧啊？哦，暧昧。他们两个在拉锯。我在打嗝。哎呦！我要先声明，我在旁边桌上我是啦啦啦啦啦。我之前问严凯烧酒楼是什么，他就说烧酒楼是哪有，我没有这样子好不好？是你跟我讲过我才知道的、啊。不要造谣！哦，把你们要开箱这个。那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只说烧酒楼。我们来开这个烧酒楼。它写什么 ？Candy Puppy。Candy Crush。Puppy 是什么意思？狗。不是。不是吗？Puppy 不是狗吗？是没错。哦，龙耶！非常帅气。黑金巧克力全素销魂麻辣植物五金素经典焦糖小米最爱黑金巧克力啊，我最喜欢巧克力呢。新年快乐！打麻将都可以边打边吃。姨妈上次去年跟我们讲，她过年回去一次都赌60000，就是他们家在赌都是赌五六万，那个筹码都10000块钱。对啊。那你有什么话要讲？我要去跟劳保局一下。发现造谣工作室。早餐店小王子，我们家蛋米是最顶的，对不对？最顶的，维腾认证。对啊，维腾认证，猪流蛋米。哦，好，那我就吃维腾吃的。猪流蛋米啊？对。啊，那好难煎哦。哦，那没事，那个，那玉米蛋饼。哦。然后，哎、欸，他看起来好像有点忘记耶。对啊。加点玉米嘞。老板。哦。好，没关系啊。多加一点玉米给我、啊，你都做错了。耶、yeah, ，那是小美的。干杯杯！手可以这样拍哦、喔。啊，你有洗手吗？洗手。那个我撒出来的玉米是可以补给我的吗？没有没有，这些玉米是那个给麻雀吃。啊，我的玉米好像都撒出来了，怎么办啊？这个是正常的，好不好？这是正常的。错。哦哦，袁凯，收桌子啊，干什么？未来，我们发现如果是转型之后、嗯，我们退休做早餐店后的，我严凯的工作，你是店长嘛，对不对？啊，这是老板娘，这个工作性质很大。我们来鉴定一下男生煎的，好，怎么样？有熟吗？有啊，一定有熟。妈妈煎的比较好吃。好哟。术业有专攻啊，妈妈煎蛋饼。妈妈的专业在煎蛋饼吗？那你的专业在干嘛？笑。煎铁板面好好。哦，煎铁板面。那很好吃耶，是吗？一口啊，一口。嗯哼。嗯，很好吃吗？很好吃的吧、嗯？还是好吃的吧？来，一个吃看。好看哦。我的玉米蛋饼也是相当的有把握、啊。好看哦。看来小美对玉米蛋饼有相当之要求、啊。我相信。不是，我觉得可见，如果你的都那么好吃了，你妈妈的一定更好吃。其实相当不简单。
的科教是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送给我们的过年礼盒，刚刚还有汪汪叫，然后旁边就是女生，那是我，另外那个狗是你啊。哦，里面还有很多小啊，好多哦。里面的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高山茶，真善美福利基金会的，一样是阿里山高山茶。高山茶米果小饼干，这是米果，它的公益送爱组，一盒一组500块，你买完之后不会收到，他会把这一组礼盒帮你送给弱势的家庭，所以我觉得不错，500块，然后你的心意就会他会帮你转达转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哇，大家可以，大家也可以做爱心，大家一起做爱心吃饼饼。早安晚安马卡巴卡，早安，今天是我们2024年的第一次员工聚餐。先跟大家讲，我们现在在春桃，春天就是要吃春桃。我们会来这边原因是因为两个员工说他们都没有吃过无菜单料理，然后我就想说，哎，真是的，25岁、26岁都还没吃过无菜单料理，我31岁了我也没吃过，所以我马上就来说，上网找了一下，啊，发现春桃、南洋炸鸡、刺身，还有干贝的。蒸蛋，我的是有这个炸鱼鱼，还有这个洛梨鲑鱼卷。我又多点了一个火锅汤。因为小美她是吃饭一定要喝热汤的，是没错，多点一份热汤。所以她这里可以同步点无菜单料理，又可以点有菜单料理。对，而且像小美，她不是单纯的无菜单料理，是她帮我做了素的手卷。等于是说，大家来聚餐可以一次满足不同的需求啦。可以哦。嗯，还要配这个。不可以吃吗？不行，还入口即化哦，好滑好嫩，它有金果还有鱼子酱，哎、哦，哇，大金果，大金果，突然觉得大金果是很浓色，哦，从柠檬长出来就特别色，我怎么没意识到？应该是人的问题，哇，好薄、哦，好大、哦，好大、哦，今年继续好大、哦，你也说好大有个别的，好大、哦。我刚刚喂了一个海胆吞进去，所以我没有吃到它的味道，太小了。你浪费了一个海胆。你吃一个这么顶的海胆，然后你它直接进到你喉咙里，像一个珍珠一样，滚入下去了。怕海胆没有享受的，怕海胆直接转身到异世界，直接到胃里。